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芒果干老店，每天都用新鲜采摘的芒果烤成芒果干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越嚼越香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要做出好吃的芒果干，首先要选择新鲜的大的芒果，最好是肉质饱满，果形端正，这种芒果黄里透红，香味特别浓郁，看起来富态十足，特别适合做成芒果干。工人们首先用刮刀削去芒果表皮，黄澄澄的果肉看起来细嫩软滑，汁水丰富，有着让人不能拒绝的精致外表。将完好的果肉平铺在烤盘上淋上水，整片的耀眼金黄飘散芒果清香，然后一起放在烤箱中烘烤45分钟，酸酸甜甜的芒果干就制作好了。从原本甜脆多汁的芒果变成如今香甜软糯的芒果干，清甜中带有一丝果酸味，散发着馥郁的自然果香，吃上一口糯糯唧唧，甜而不腻，感受得到的果味清甜顺着舌尖滑入心间，仿佛初恋般的甜蜜感，整整一天都是美好心情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都愿意来上这样一包或干嘛？